这个是你们的东西吗？嗯，是吗？好，那我知道了。那我就是按照小时候。这是你。哎，是我的，怎么掉了？哎，你现在求婚吗？营业中，目前正热播中，伙伴们全员集合到阿里山执行任务，为阿里山日出列车的工作人员准备早餐。然而就在郭宏志与吴映洁包饭团试吃环节时，没想到鬼鬼竟无预警被站长下跪拿出戒指求婚，鬼鬼直呼太突然了吧，好丑哦，你包一个龟山的、哎、对了，也有像饭团的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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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你试试看咸酱怎么样。欸、不是啊，你要自己吃啊，没有在播的，你就咬就对。你这样子都只有吃到饭，没有吃到料啊。欸，这饭好像好厚，超厚的。你没有啦，你要正常，你吃自己吃饭团的方式吃啦。奇怪，为什么我吃饭团你也要管呢？你不能，不是。哇，站长来了，你来了正是时候，你来了正是时候。请你们喝饮料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来。对，乱玩。你以为是棒球？你以为什么东西在他手上是棒球？我试试看。马上包给你吃。饭太多。哎，反正那个菜脯味道是蛮重的，所以没有，不是正常的，是你们那个外面还要包一层这个啦。原本的设计，我们现在设计是这样。那你试看看，你试看看。我的怎么样？饭还太多，我们这个怎样？你那个饭是也太多。我比较喜欢吃饭，所以我饭会包多一点。而且你吃吃看我的这个，为什么包多一点？不敢相信。你是不是想要一点肉燥，对不对？好吃啊，比较像正常的饭。嗯，哦，这个就是大联盟的。他感觉像吃到棒球，整个都白的。那就往鬼鬼那个方向去。这个是你们的东西吗？是吗？好，那我知道了。那我就是按照小时候。这是你。哎，是我的，怎么掉了？哎，你现在求婚吗？太突然了！刚结太突然了！进站啊！一切都来得好突然哦！愿意吗？哎，真的好愿意！你说结鬼啦，阿你要答应我，你不能出轨哦！你不能出轨哦！刚好突然，幸福来得好突然哦！